我们这边是几年几班？一年级班。只有一年级班啊？一班三班跟五班。这边呢？这边呢？一年三班。哎，对，校长在问的时候，以后就要自己回答，不用等别人，哎，要有自信哦。好，哎，今天呢是我们喵喵故事屋哈、哦，这一学年哈、哦，这一学年开始开讲哦。那去年的一年级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们，他们跟你们一样哦，哈，也有听我们那个。喵喵姐姐说故事，那所以呢，今年你们也很幸运，尤其是第一批哈、哦。那这个呢，待会啊，哦要认真听姐姐们说故事哦，姐姐们创作俱佳哈、哦。那非常谢谢我们文琪老师的训练哈、哦，还有各班老师的配合。好，那听故事的孩子呢，哎会变聪明哦。好、哦，那今天呢，刚才校长在教室开始找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嘿，因为啊，待会。如果呢，有问题吗？有，好，有问题啊。然后你认真听，能够回答的，待会校长送两个礼物哈、哦，给文琪老师做你们的有奖征答。好、哦，第一个是别针，好、哦，那第二个是扑克牌，整副的哦，可以玩的哦，哈、哦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植物，哎，那待会这个就当做你们的奖品哈、哦。那要不要认真听讲？要哈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直接交给他们吧。好，那接下来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喵喵姐姐。小妹才
外甥子。小心花
因为他会很快乐。因为可以得到他喜欢的礼物。妈妈希望还有感情，不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麻烦他的。哦，他不想麻烦他的小孩。来这边还有两个。为什么希望跟不希望？他到底喜不喜欢？因为。猪小妹可以做早餐，还有做惊喜给妈妈。卡片。因为是母亲节。如果你是妈妈，你会希望你的小孩给你这个惊喜吗？希望。